苏珊·汤威廉，我想是苏珊·汤威廉，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公立汤威廉，排在台北市立汤威廉的后辈。1811年，2022年，设立动物友善的空中观察笼土，本游客做得用无相同的国土，唔多位高潮多动物的情况下，各群来观察动物的日常生活，系适合亲子休闲的教育场所。